忙着呢啊，努力工作。没事，你这边用上火，我喜欢你的作品最爱出现火，这很明显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还有我这个可爱的胖娃娃。笑一笑，健康道，神奇的破宝。熟悉的喜剧地狱，哎，现在这色彩倒是挺鲜艳啊。你觉得里面有可能会是什么等着你？可能一进门就让我想包，让我想演什么。我准备视若无睹，快乐就好。我们这三段带来的作品是《万松书院》，它是一个以梁山伯祝英台为主线的群像故事，然后里面讲了友情、爱情、师生情，包含了很多。我们这三段为好朋友准备的角色是马、文、才。印巴五黑皮体育生，因为我们刚开始觉得马文才和梁山伯在戏剧的逻辑里他俩可能有一点点竞争关系，所以希望就是他比如高啊帅啊，然后看起来还要有书生气。那我们现在来选一下马文才吧。张弛，首先我看中了他的傻。你看中了他的什么？我看中他帅呀、啊、我看中他个儿高。宇文，你看中了他的什么？我看中他的角色塑造能力。确实他的塑造角色很强，能力很强。他不论是在我们三个哪一个作品里边，他都会不一样的语文求实展现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后小马，他很有创作热情啊、嗯！就那天我们在推本，然后他是2点来，我们1点来，他进来之后就哦打个招呼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这样，就进入状态特别快。你还差一个动作，他把他那个保温杯吭一抠，
这块上次是这么弄的吗？直接进入，我觉得他这个是让我们效率也非常高。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版本的马文才是一个可爱的，一个有点纨绔的所谓的差等生，但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儿。我们希望他跟我们就是这个万松书院最铁的铁三角，很重情义的。对。当时是进导演组的那个读稿间，然后说如果梁山伯是一个书生这样的形象，那这个角色需不需要跟他反差感强一点，然后他们说什么反差感最强呢？我们一想185黑皮体育生那确实太难找了，没有，这仨人都不符合。对，所以最后还是把他的基调回归了书院一些。对，在个人的优势上发挥。还有什么吗？对这个人的要求？讨喜的，因为他所谓的演一个差生吧，但是他不能让观众觉得这个人真的差，或者是他在我们两个中间是在搅和就不好了。就这个演员一定要有很强的观众缘。当时应该是我们团长建华打的电话是吧，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想让你来我们团，但是啊，听说已经有人跟你联络了。当时呢，雷子就请我吃饭了。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心就有点凉一半了。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完了，失去一员大将啊，因为我们是觉得想做这个题材，但是就有这个马文才这个角色，然后就觉得想努力的争取一下，但当时确实那个电话打完特别的灰心。哦，当时觉得他一定不会来。对啊，对，是觉得一定不会来。然后是过了两天之后吧，谁在群里边发说马旭东加入我们团了，我们当时在群里就炸了，你知道吧？当时吧，就是小马老师来到我们这个团之后，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给我们来的就是大鱼大肉的，就给我伺候了。然后第二天来，没想到他带了那种商务果盘是吧，是这么大一个。我就盘算，我说这个他买了四份，因为我们有四个小组嘛，然后我目测就是得68一份最低。然后我说如果旭东来我们这个组，我必须得80块钱的果盘伺候上，就伺候了那一回。我们当时在改本，然后美金旁边，接着说，哎，马哥你也吃，你也吃。我说哎，没有的，没有没有，还是很热情，还是很热情的。我觉得是有啊，我觉得美吉啊，她有多面性啊，她有小女孩的一面，但是她平时她又有很刚的那一面。祝英台这个角色，她没有门槛。哥们儿，就是啊，女扮男装没门槛，不是啊，就是她不用特别的去演。我说我要一个女孩，我要使劲演一个男孩。哎，我好像越夸，这是夸还是？就是可以可以，女孩的方面也很女孩，因为在戏里边她一会儿有其他的人在，她又得变成一个样子，没有人在她对我又是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她来讲是很游刃有余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她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那你讲讲对于我合适在哪？首先对于你的回应我表示 OK 接受，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对四位来说，他跟梁山伯就是最 match 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先不说演绎上，就是从外形观看上就是书生气，
就是让我觉得首先是很合适的，有书生气。其次呢，在这个解构新的这个解构里面呢，梁山伯可能会多了一些小直男，一些愚蠢又可爱的点，跟他本人也是非常契合的，因为他看起来还是比较精明，但实际上一般啊，就是脑子一般，所以有时候跟那个包袱的那个匹配程度就很高。我们这个万松书院它是以梁祝为主线的一个群像戏，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时尚无难事，大家是温暖大家庭，我是一个思念成集中美集这样一个角色，有时候就是一个被大家关心关爱，但有时候又像哥们儿一样相处的存在，所以觉得梁祝选材跟万松书院就比较契合，比较 match。 你看我们十个，我们时尚无难事有十个团员，九个都是男的，就他一个女的，你看就一模一样。嗯，天天都在体验生活，每天都在体验生活。对，你今天要去干嘛？我今天要去一个老地方，然后见几个老朋友。老朋友是刘洋和苏念硕。去见他们干嘛？去工作呀，去创作，去创作。又被拉回去了。这个赛段是以什么身份回归的？类似于就是飞行嘉宾吧，就是可能是这种身份。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欢迎你？我的经验反正应该没有什么好事儿，我感觉。当然我觉得看他们现在的这个创牌的进度吧，如果特别紧张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是也没有心思搞这些有的没的，什么就绕口令啊，站一排啊那种。我也希望他们别这样啊。慢点慢点啊，哥们。这个来了，我不是，我没认出来啊，这俩贵司，我以为是那飞车党过来抢我包来着，我赶紧下一车了。怎么从哪儿进来的？那边有门吗？没有门，就是在这儿在此伏击你，伏击了一下。只能带一个座吗？只能带一座，那我得打车了。我得我这问题还没回答完呢。你先回答。问到哪儿了？问到哪儿了？咱们组另外两个嘉宾，一个是张弛，一个是马旭东。小马，哎呦，那我压力大了。我说这俩人就是，我就过去就是跑龙套得了。正经回答一下，我真的我还挺期待，真的挺期待的。因为这一季这个说没有说跟他们就是长线的并肩作战，然后这个赛段我说我就说我得一定来，我跟老朋友一块儿找找当年同事的感觉，大不了就快剪嘛，反正最后那节目什么没经历过呀，对吧？本来团员十个团员说是你来策划一个欢迎仪式，然后我没过来，对，那其他人的位就不欢迎我了？没有，意思还是没有必要，对，不配，就是建华和那个谁那个志良就不太配。是这，是人家，那你是谁？说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你们当年站在一排，那个又是快板了，又什么这那的。那个赛段是明星赛，现在叫十哥师姐。十哥师姐，说这叫朋友赛，这叫谁有空谁来赛。那咱们怎么着？现在就创牌去了。我也进了吧，点个什么的。哟，都是又什么？他们带什么？你说是礼品呢、啊、还是你还带礼品吗？不是，我真是我这说带什么都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我没带。我人来了，我人来了，那肯定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不要。那你觉得我应该带什么呀？就是我应该带什么呀？点子、包袱、人物、人设、桥段。一会儿过去再聊，大家一会儿就路人下，一会儿下，路人下。那走吧，走吧。你没开车，那我怎么办呀？溜达过去呗。我说一下这个赛段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你说吧。这个赛段不叫好朋友合作赛，叫好朋友置换赛。也就是说呢，每个组挑一个已经疲惫的人，向工程身退，然后换一个新的去讲。今天就完成这个。没错，就是你一会儿你不去了是吧？我抽到了几个失误。行，咱这边溜达溜达吧。好了。最好的朋友还得是美团，我在这骑着你。怎么样，在又做什么准备吗？准备什么准备？准备大一点的水果。准备大一点的水果。今天他来了给咱们买水果嘛，买那么一人。商务套，我就说我
感觉那个起码得60块钱，我说等他来给人买8个，让他好好状态压体。什么感受啊？心脏加快，现在心跳怎么样？演完心情怎么样？挺好听，挺畅快的。小马哥来，这是我们最好的。对，我刚才洗了个澡的在这儿，有点紧张。出场就带彩，带彩确实。今天口水不清晰，但是我们卫生台上漱了个口子了，继续洗，别给你们笑，别给你们。挺好。觉得今天演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这么拉下来嘛，然后我觉得小马加入到我们了之后，我们第二班就没有任何的担心了。对，然后现在就是第三班，因为我们今天排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大家还是节奏，因为都哪儿找上的嘛，节奏如果再搭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有什么想对小马说的？太小了，给一套帘儿。